为什么会掉下去啦？他居然跑掉！我觉得拿卷轴规划，拿真言卷轴规划比较需要注重细节，是五跟六。他既然出吹轰，那就他太会防御了吧。你不要一直防御啦，下来了。
只有我的木桩要跳，其他都可以慢慢，其他都可以正常跑图跳。它这是有一点小卡。这是有被打到了，因为躲掉那齿轮，正常的雷亚那齿轮真的是很没什么机会躲掉。第二个穿透判定，
我只要先看一下，看一下开场都到底想要做什么。他有时候是冲过来，有时候是直接，有时候是直接开手术刀。没想到这一关会在此地对望中拿 A， 我到底是在哪里了？血量耗的有点多，不过应该居然用到三次。你不要一直防御的。这样子并不足以直接打掉。我觉得这张就算刷出 PV， 应该也不会太好看到哪里去，不会用那，不会在第七关做出那一个动作。各种失误，各种带 RNG。萨克居然会防，居然懂防御。
没有滑动。我就要剪一个远程的卷轴，等一下先揍一两拳，防止大蛇王跑掉。他没有跑掉，我只要揍他一两拳而已。因为增援攻击是可以强制破坏，然后。然后一发雷切可以打掉第五关大蛇丸一层以上血量。你怎么又滚，又是滚的？我没想到这边居然快超过十，可能是没有食物吧。第二个大魔王来。
为什么说林芝是大魔王？先问他 RNG 真的是成问太重的。你干啥？Nice， 再RNG搞了一下，不过不要紧。换小樱，然后开大呼。不要，我只是不要这卷轴而已。就是这个，可以去打大蛇丸，剩下我本来就想要捡，看能不能捡第二。看来只能等到他换回炉转身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他这时候叫回炉转身应该也没什么用了。Thank you.
因为这个新套路，因为我这个新套路是要把鸣人送头掉，第一阶段到第三段到中期，在可以动的时候马上跳起来，然后接着我还是会走上路，欸，好险没有下去，背对画面边缘，然后揍，把乌鸦打跑一下。大概要抹一段。我们就先这样子等，反正也不能带卷轴去打我艾鲁，
我就浪费时间在等。等一下，nice。Yes， 终于达成，终于达成夙愿了。ABCC